然后我们加入进去的时候，长官也都在那边，也都没有否认，下令开的那个就是那个六福村的那一个。他们就一直推啊，啊，确实就是我把我的实情接到的电话，10:05，要不然你跟我都不认识，你为什么要打给我？那你打给我之后，你又说没有委任我，你他是征求我的同意，是说你愿不愿意去？我说 OK 啊，我愿意去帮你们做围捕的这动作，但是就这么巧又遇到桃园的在那一边，对。然后我们加入进去，因为我们误以为那个是一起的团队。然后我们加入进去的时候，长官也都在那边，也都没有否认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怕了，就是我们做的事情。然后下令开了那个，就是那个六福村的那一个。